即使已经进入秋天，但气候依然是高温炎热。但在瑞芳区捷宇里，一群热情有劲的志工拿起清洁工具，兵分好几路，展开今天一个月两次的大扫街活动。今天是我们捷宇里每个月有两次的那个清洁日，今天志工都出来帮忙，这样为了里面的环境，大家都很用心在为了里面的美化非常的用心，谢谢各位志工的。瑞芳区及渔里近年来在环境上获得优良的评价，今天也进行定期的全里大扫街，顶着烈日，近三十名志工和里长分头带路，将里内大街小巷的环境巡视并扫街，各个角落都不放过，这也让捷宇里的环境始终能够维持在干净整洁的状态，居民居住起来也觉得相当舒适。我们今天是清洁日，九点半到十一点半，大家志工。我们的区域在那个七零八零那边，对。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啊，大家都很热心。里长表示，捷宇里的范围相当广阔，所以环境维护起来相对需要更多心力，因此很感谢社区志工让捷宇里有让人人称赞的环境，每个月固定十五号和三十号的扫街活动，一起维护环境整洁，让居民住起来更有感。谢晨威瑞芳采访报道。